大家好，我是小老师。我们利用电视剧来学中文。电视剧的名字叫《家有儿女》。跟着我说，家有儿女，家有儿女。进去。哎，我妈差点发现我爸也回来了，你赶紧藏一地儿吧你。穿进去。靠边，进去。我妈差点发现我爸也回来了，你赶紧藏一地吧你。床底下，床底下。不行，我太肥了，我藏不进去。那柜子呢？赶紧进去吧你。不行，它是分层的，要不然我就能钻进去了。不行，它是分层的，要不然我只能钻进去了。小雨，你告诉他你每次藏哪儿，赶紧带着去。小雨，你告诉他你每次藏哪儿。赶紧带着去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我告诉你，你爸你妈可不在家。一会儿吃完饭以后，我再去侦查侦查啊！我可告诉你，你爸你妈可都不在家。一会儿吃完饭以后，我再去侦查侦查啊！你一说吃饭，我又饿了。你一说吃饭，我又饿了。你放心。饭菜少不了你的，一会儿我就给你端了啊！你赶紧进去。哎，你放心，饭菜少不了你的，一会儿我就给你端来啊！你赶紧进去吧，你。刘星啊，我太感谢你了。刘星，我太感谢你了。要不然咱俩拥抱？要不然咱俩拥抱？啊、关键时刻你还拥抱，进去吧你。关键时刻你还拥抱，你进去吧你。星期天，我家的门口一拐弯来了一个老奶奶，在路边左手提着个长拐棍，右手挎着个小拐棍，一步挪一